独立媒体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新年恭喜！新的一年，咱大家来互相勉励，斗阵来加油，予咱的明仔更加有气力，也予咱的台湾更加有希望。新年快乐！希望台湾未来更有活力，并且团结向前，让人人过好年，年年是好年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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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比较小，比较不然不一样。但这是樱花虾，这个是樱花虾。我们两家分好。我们分的好。OK， 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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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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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也是大学生吗？看，看，这是香的，对，香的口味，香蒜口味的，两个是不一样。对啊，这个是夏威夷种的，那这个是，这个是香蒜的。我们家才有，真的。今天容易哦。哦，另外一件。容易，容易哦，容易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快乐，快乐，快乐。新房，新房。这就容易吗？嘿，容易多了，好不好？我还没去。要过来吗？你看一下这里。阿伯，过家家好不好？过家家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你没看过这一只啊？哎呦，我们都有在收藏啊，偶像呢。后面买一点辣豆干，很好吃哎。好吃啊，好吃啊，这两个都很好吃。猪肉，他们说是豆干口味，酱酱豆干，给我一点好不好？豆干口味吗？这豆干口味啊，不信你吃一下。给我100块好不好？麻辣的吗？对对对对。还是要那种的，有条就是有条状的片状的，希望他吃的。好。100块，再一个，再一个的，好，谢谢。那边那边，小英，阿莲好不好？来，小心，要小心。嗯，小心。谢谢。我这样卖下去一定赔钱的，因为我自己都吃掉一大堆了。然后是你来，随便你吃。这个是男生，所以要分开吃。女生比较黏，比较甜；男生是强壮的。这看起来很小颗，比较像女生的。你吃了就知道，坚挺跟绵密的感觉。嗯，老板娘，随便买，随便吃。你们一定要吃一颗，感觉一下。来，我现在也在卖花生给你们，要吃吃吃吃吃，一定要吃，自己家不要客气。来，老板娘给一颗吧。还是要吃一颗。老板娘自己吃。好，我自己吃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帮我牵个牛角？我自己的粉丝。哦，你这样都被电视拍到了耶！真的，你没有问题吗？没有。谢谢。感恩，谢谢。谢谢。需要再跟你照一张吗？你不是记者？不是，我在旁边。不是，我今天上线我就好嗨呀！关于年货大街，小时候你好像跟爸爸一起来这边逛。这个是跟妈妈来的，这个不是跟爸爸来的。这种在我小时候的年代，过年是一定要来迪化街的了哈，而且要到延平南北路哈。这是我们传统的过年，买吃的东西，还有买小孩子穿的东西的地方哈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年货，在其他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，包括百货公司哈。可是到迪化街来买，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哈。一方面就是说，你可以感觉到人跟人的这种接触，而且那种热闹的感觉哈，那种过年的气氛，跟在百货公司买还是不一样的。你有特别喜欢买什么？对对对，台南最喜欢吃什么？来这里一方面是买东西了哈，
另外一方面是感受这个气氛是最重要的，因为这里的过节的气氛，过年的气氛，比在其他地方买年货来的更浓，尤其是人多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说那种人跟人相挤在一起的那种温暖的感觉哈，而且大家抢着买东西，也感觉到有一种有点相对的一种富足的感觉了哈。你是买鱿鱼丝还是买糖？我都买啊，尤其是鱿鱼丝，这个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的，而且我的小猫也很喜欢。比如说我吃一块，它就吃一小个部分这样。因为你喜欢，就是你喂它。对，猫都喜欢吃这些东西吧。我来说一下，你如果要喂猫吃的话，应该拖得这么细，它才能吃。你要剥这么细才给它。因为它牙齿不好，小猫的牙齿，它只有四根大牙，其他都是小牙齿啊。我们为什么谈起喂猫来了呢？试试看我们家小猫吃的呀，我们进来吃的就是这个口味，是炭烤的，是烟熏的，跟小时候的味道是不一样，记忆中的味道。其实现在的口味的种类比较多，以前的比较，我以前最喜欢吃鱿鱼丝看小说。这主题今天打算过年还是继续鱿鱼丝看小说？对啊，嗯，对，那多了一只猫来烦我就是了。